菇造型独特，味道鲜美，不断挑逗着我们的味蕾，咬起来就是嘎吱嘎吱，那弹性很足。第一年种植花菇，齐海洋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。这一个半上年连一个花菇都没有，就开裂纹的这些的太少了。专家能否拨开云雾，破解花菇不开花的难题？敬请收看本期节目《花菇开花的秘密》。食用菌是一个庞大的家族，有着2000多个品种，遍布世界各地。煎炸炖煮吃法多样，长期占据着大众视野，是人们餐桌上的美味。近些年，有一种独特的食用菌异军突起，深受消费者的喜欢。它外观奇特，有着不规则的裂痕，看起来像一张不太讨喜的大花脸，但它朵大肉厚，味道鲜美，香气浓郁，能百搭各种美食。它就是花菇。花菇虽然外形独特，但内涵丰富，有人体所需的蛋白质、维生素，极低的脂肪含量让人多吃不胖，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。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的下馆镇，随着近些年花菇的经济价值越来越高，家家户户都开始种植，逐步成为了大家的致富菇。我们这次的求助人齐海洋就是其中之一，但他今年种的花菇却出现了问题，很是苦恼。求助人齐海洋，求助问题：花菇不开裂，长不成花菇。接到求助，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走访。齐大哥，这就是您种的这个菇啊？啊，对对，我今年种了2万多的，一共种了5个盆，每一个盆的话4000的。出到菇棚，一排排、一列列的菌带，整齐壮观。可很快，帮小妹就察觉到了异样。长势还是挺好的，但是我有一点疑惑哈、啊，这个齐大哥。就是您不是种的花菇吗？我怎么瞅着这一片过来，很像我们平常吃的那个香菇啊？进去一看，哎呀，一排一排，一个一个，全都是香菇，我就傻了，会觉得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你到底是种的是香菇还是花菇？花菇其实就是香菇，不是花菇吗？怎么又成香菇了？说的有点把我绕进去，我有点没太听明白。我见过花菇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花菇它就是香菇，特别懵。哎，这不是两种东西吗？这就是花菇，花菇也是香菇长开以后变成一种花菇，它的花纹和纹路都和这个有所不一样的。原来花菇就是香菇，它是在香菇出菇以后，通过降低棚内温湿度，菌盖表皮会变得干燥，伸缩性变差，同时由于温度低缺水，菇皮会比它下面的菌肉长得慢，容易被顶破，发生无规则开裂，形成褐白相间的花纹，慢慢的就长成了花菇。它这个外形确实是不一样，它是有这个花纹的。这个的话你可以从它的肉质上你可以按一按。这个花菇摸起来要比这个香菇感觉厚实很多，而且更紧致。这个花菇哈，就密度明显感觉更高。你看我右手边拿的这个香菇，它就不一样，它就明显的要比花菇更松软。松散。腿的话，你看也比较粗实。你看，是不一样啊，差很多。花菇的菇帽、菇肉、菇柄都跟日常见到的香菇不同。可明明花菇也是香菇，为啥兄弟俩会差别这么大呢？因为这个花菇的话，生长周期比较长，它可以达到30天。咱们这一种的话，你现在看到的是15到20天时间，生产周期比较长，那吸收营养多，然后这个呢相对吸收营养少一些。香菇是在菌带里接种菌种之后发育出来的菌丝，不断吸收营养而生长出来的。与香菇不同的是，花菇是在香菇出菇且菇面直径达到2厘米后，需要降低温湿度来让菌带内的菌丝活性下降，使菇发育时间延长，从而吸收到更多营养物质。菇肉会变得致密紧实，
并且较低的温湿度会使得菇面开裂形成花菇。可是如今齐海洋却为花菇不开裂发起了愁。我种的是花菇，但是现在所以我的菇长出来大多都是这种香菇，你看这么一个棒产量这么高，就一个花菇，其他的你看都是普通的香菇。是，这些都是、对对对，香菇。这一个棒上你看连一个花菇都没有。这都是香菇。对，你看这也是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。出到香菇这一层就结束了，它就不再往上升级撑成这个花菇了。对对对，就开裂纹的这些的太少了，大多数情况都是一整条菌棒上面都没有花菇。你说香菇占的比例还挺高的，我感觉你得有个70%-80%，我感觉还要甚至还要多。香菇不开裂就长不成花菇，开裂是香菇变成花菇的一个标志。菌盖开裂，菌肉的肉质更加紧实，在市场上才能卖高价，这也是齐海洋一直所追求的。正常来说，一个有着4000袋菌袋的大棚可以产出800斤左右的干花菇，可是齐海洋的菇棚只有20%变成了花菇，满打满算不到160斤，严重影响了他今年的效益。那既然现在香菇多花菇少，齐海洋按香菇卖不行吗？老板，您这个菇卖多少钱一斤？80块。那这个香菇卖多少钱一斤？香菇卖36。哎呦，差这么大呢。嗯，这两种菇哪一种好卖一些？还是花菇好吗？那这花菇不是贵吗？贵它肉好，吃的这口感还好。所以我就是很想种这种菇。原来香菇变成花菇之后，市场上的价格会差别这么大。原本齐海洋一个棚800斤的产量，如果全是花菇，按市场价80元一斤，可以卖到64000元。可现如今花菇产量只有160斤，一个棚就少卖近30000元，五个棚就少了150000元。说了这么多，花菇肉厚奇特，那这味道究竟如何呢？跟我们平常吃的香菇又有什么区别呢？齐大哥特意给帮小妹炒了两道菜。这盘更滑嫩，这盘呢更肉质更紧实一点，咬起来就是嘎吱嘎吱的，那弹性很足。我猜是不是这盘是花菇，这盘是香菇啊？对对对，看起来相似的两道菜吃起来口感不一，花菇肉质更加肥厚紧实有嚼劲儿，而且浓郁的香味经久不散，回味无穷。花菇的话它这个生产周期长，成本也更高，就是您说的那个芳香物质是吗？对，芳香物质更多，入口以后香味更香。人们常说香菇美味鲜香俱全，相比香菇，开了花的花菇生长周期要长，自身吸收积累的芳香物质更多，其中核糖核酸含量较高，在烹饪时会水解成鸟苷酸，而鸟苷酸正是菇中主要的鲜味物质，让花菇鲜香味十足，在市场上也更受欢迎。现在出来大多都是这种香菇，但我们种菇的目的是为了多卖钱呀，自己的付出和这个和得到了这个瑰宝，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。齐海洋之前一直种香菇，今年第一年转型种花菇，他认真学习过，也知道了花菇管理的办法。其实种这种花菇呀，管理还是很讲究的。在这个出菇阶段，我每天都要到棚里面打开喷雾，大概10分钟左右，就是为了增加棚内的空气湿度，让菇能够顺利的长出来。每天都需要去看看，我看菇长得差不多，直径达到2厘米的时候，就不再喷水了。这个时候要掀开门帘多通风，降低湿度。按道理说，这样慢慢的香菇就可以长成花菇了。齐海洋一周给菇棚通风2到3次，甚至更多，天天满怀希望的来到菇棚查看变化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这花菇最后还是转型失败了。他只能采摘一些当香菇卖，挣回些本钱。
我反正尽我全部的手段和这个全部的经验，但是它就是不出花菇。面对种植花菇第一年的失败，42岁的齐海洋并不想放弃，他想要搞明白到底为什么，问题出在了哪儿。35岁以后的话，能明显感觉到你人生的每一个选择，都是决定了你后半生的生活的命运，贵在坚持。说实话，所有你总结的经验和你的失败的教训，都会在你今后的这生产过给予你最终的回报。针对他的情况，我们通过专家库检索，就近帮他找到了一位有着20多年花菇种植经验的帮帮团专家。帮帮团专家张瑞峰，种植花菇25年，现有菇棚150个。从1998年开始，张瑞峰就搞起了花菇种植。正是靠着20多年的种植经验，张瑞峰种出来的花菇个大肉厚，产量高，很受消费者欢迎，供不应求。我们的帮帮团专家能为求助人解决难题吗？专家初到现场，震惊不已。他跟我说的是出花菇了，我就看了我满棚就找不到花菇。花菇不开花，原因竟然是他。哦，张柳文的，你看这像水帘洞一样。请继续收看《花菇开花的秘密》。在帮小妹的带领下，专家来到了求助人的菇棚。哎呀，你这香菇处理非常好啊，这个细头个头都非常好，长得是挺好的。但是的话，我是按花菇的种植流程种的，但是现在出来，哦，怎么不开花呀你？这基本来说就没有花菇。对。你看你这么个也出了几十个，如果说有个3-5个是个花菇的话，你得得了产值就更高了。对呀，你这个根本都卖不上钱。进到小新的小棚了，我感到非常遗憾啊。那他跟我说的是出花菇了，我就看了我满棚就找不到花菇。在专家看来，齐海洋的菌带出菇量还不错，可是后期能转变成花菇的少之又少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专家开始在棚内四处观察这些不开花的菇。很快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。打比方这个袋子，你看到了吗？表面非常光滑，它的颜色是褐色的，对不对？你看跟其他的一样不一样？你看，这个就粗糙，粗糙，表面粗糙的。那你那个斧头是光面的，是吧？溜光溜光的。专家发现，这些不开花的菇表面光滑水嫩，颜色偏深；而已经开了花的花菇表面干燥，颜色偏浅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？这会跟花菇不开裂有关系吗？表面非常光滑，说明是斧头蒙了一层水。说明水分过大。它水分过大了，这你一捏都肯定有水都要进出来，水分非常大。颜色非常深啊，它就不会形成花菇了。它水分过大了，表皮有韧性，啊，它不是粗糙了。粗糙以后说明是表面水分小了，它韧性都小了。你看你这韧性大，水分大，所以说它就是不容易形成花菇。原来这些不开花的菇表面湿度大，能正常生长，伸缩性好，会随着表皮下面的菇肉一直同步生长，不会被顶破开裂，难以长成花菇。所以降低表皮的湿度对于花菇开裂尤为重要。让你这个棚你看看，来，张柳文的，你看你这个像水帘洞，你这个湿度要不都大概都得70%以上，你水分太大了，水分你这干湿，你根本都没长个株，是吧？这不形成花菇了，顶上的全部是水珠，这头一棚跟下雨了是淋到这香菇上了，空气的湿度太大了。齐海洋的菇棚棚顶水珠连连，地面湿润泥泞，用手一戳仿佛置身于水帘洞，这明显是湿度太大了，直接导致菇面水多，不利于长成花菇。可是齐海洋也经常掀开门帘给菇棚通风来降低湿度，那菇棚里的湿度为啥还会这么大呢？您原来都是怎么做通风的？原来的话我都是3天到5天掀一次棚。那就是你的通风时间不到，一天6至8个钟头的通风，每天坚持。我得经常掀棚，是对头，经常这玩意儿掀开。你这个管理上还有管理差异大。原来正是因为齐海洋给菇棚通风的次数少，时间短，管理不到位，棚内的湿度始终没有降下来，
导致菇面不够干燥，无法开裂，长不成花菇。而在齐海洋的棚内，专家还发现了一个现象，直接印证了湿度对于花菇形成的重要性。你靠着加氮这个了，它整体的花菇都非常好，这个裂纹都出来了。这块如果说加以培养的话，都很容易培养成花菇的。花菇的形成原因是必须是通风，通风了以后它能裂这个纹。啊，这裂纹的关键在通风。一通风以后，它这个香菇都容易那个有点干燥了。一干燥，它都容易裂这个纹，一旦都裂纹了。所以说你遮板这，基本容易形成花菇。这边这花菇相对多。对对，你这么多棚都是，外边好，里边差。没注意到，您之前是一点也没注意，是不是？你怎么注意到？没注意到。你说的话，好像就是这样。俗话说，近水楼台先得月。靠近棚外侧门帘的菇，相比棚内来说，能快速享受到通风的便利，降低了空气湿度，使菇面更容易变得干燥，所以形成的花菇多。确实没有想到，香菇变花菇，它需要一个菇盖的一个干燥过程。张老师讲解以后的话，我才遇到这种水分过高的严重性。听着专家的讲述，齐海洋有些明白了原因所在。可现场的一个奇怪现象让他产生了另一个疑惑。张老师，你看我这棚子里面的，像这也有花菇呀，你看这有，但是不多，但是这也能形成花菇。会稍稍有一点质疑张老师说的这个到底是准不准的，在里面也会有零星的那么几个会有花菇。同样的位置都在棚内，为什么有的菌带有花菇，而有的没有呢？面对农户的疑惑，专家开始逐一观察菌棒上的菇。很快，经验老道的专家心里有了答案。你自己比较，你看看为什么这个菇少？你都哎，是不是？对头吧？它就是还是不通风造成的。它菇少了以后，通都能吹透了。你看你这个，它这里你看看，这个能出花，这个能不能？现在明白了。数量多呢，反倒它影响通风，它导致这个长。反而影响花菇的形成。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这个湿度太大，棚里的湿度太大。平时怕温度不够，所以我经常就是把棚蒙着。确实是，管理这块的话还很欠缺。种植知识的话，还有很大的欠缺，真是和自己想象的有很大的差别。通风时间不够，菇棚内空气湿度大，直接导致菇面水多，最终不能形成花菇。针对这个情况，张瑞峰建议，每天先棚通风至少6个小时，给菇棚降湿，同时每个棚挂上湿度计，保证棚内湿度在50%以下，利于还未成熟的花菇生长开裂。同样种植花菇，专家菇棚里湿度管理得当，花菇会是什么样子呢？来到专家的基地，齐海洋羡慕不已。人家的菇的话，这个个头也比较大。这个的话菇性比较好，种出来的菇全部都是花菇。专家的一席话让齐海洋受益匪浅。今年不摘的话再明年的话不摘后年，反正这一年一年，我相信这个肯定的话也会越来越好。请继续收看花菇开花的秘密。啊，您种的这花菇真好啊。对啊，你看这个骨头，你看中间这个，你看这个沟壑也比较很深。对对，像这个菇的话，这都属于个一级菇，但它是有缘，非常缘分。它裂纹出来了，花型出来了，整个的花菇全部都是菱形，菱形菇就是高标准的花菇。你这中间都是花菇呀？这会儿这个你的管理了，你不一定说是你外头的要好，里头都不行。张老师，你看它这个一个菌棒上面，它出的菇量啊，就很疏，非常少，对对，就没有像您那边那么平均，那么每个基本上就是5到6个，那么密，确实挺好的，都不错。
鲜木、短鲜木，人家的菇的话，这个个头也比较大，再个的话，菇性比较好，种出来的菇全部都是花菇。专家这里的花菇形状圆润，花纹脉络清晰，让齐海洋羡慕不已。这都得益于张瑞峰的日常管理。在你的菇场里看到你那个水菇，表面抹着光滑，就颜色是这个水黑色的，你摸摸我们这个粗糙，粗糙，表面粗糙的。冬天的手皮肤也是，对，干燥，非常干燥。所以说它这个形成花菇的几率是最高最高的。哎，你看它这个，我刚才说的干湿差，你看，如果它催花菇时候啊，这个湿度都要一直控制到50以下，这是很关键。你看上午看您的朋友都没这个设备啊，后面我也马上配一个。控制好湿度，给菇创造适宜舒适的生长环境，菇就能很好的开裂变成花菇。可是，在专家的菇棚，齐海洋却发现了一个问题：专家的菇棚两侧都是盖着棚膜的，并没有掀开通风。这是为何呢？你看今天天都要下，他为了不想要淋这个雨，现在棚都没掀。如果是好天的话，他全部棚掀完。一切还是要看您棚里面的实际情况。对对，看到实际情况。实事求是，因地制宜是农业生产中必不可少的一种管理手段。张瑞峰就是根据天气的不同情况，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。晴天、好天就要掀棚6个小时以上。让菇棚长时间通风，降低湿度。如果是阴天、雨天，就不会掀棚，并且相应的减少补水次数，避免湿度过高。做农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，不仅要时刻距离拍摄已经过去了20天，齐海洋的菇棚现在怎么样了呢？他给我们发来了一条短视频。非常感谢在栏目组和张老师对我的帮助。回来之后的话，我按照张老师这个给我讲解的方法，每天及时给菇棚通风。现在的话，我已经种出了花菇，上一车的话我们已经采摘完毕，也卖上了很好的价格。欢迎你们有时间的话，再把我们南阳市内乡县下关镇这个我的香菇基地里面过来，这个再看看。